老去蒸去了，张队长。这个看真的好看，现在你放到我了。当时断筷子的记录是一根一根的断，我看啊，好像没多少筷子。好小徒不对，你是也想看累？我这边让开，快让开，让开。一根一根的断比较简单，看。两根，鼓掌啊！对，哇塞，几分几裂了？四根。想多几下手再拍照呢。哦，还有八根筷子，我来之前八根筷子最近没有练，更别练。鼓劲！今天来人，掌声！加油！对了，今天师爷在，我给他断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十秒钟的掌声！鼓掌的经验都发财！掌声热烈的发大财！粉丝，超级粉丝！对了，运运劲！刚才报完的，俄罗斯那儿抓了九根，啊，省长带来。加油！掌声再热一点！加油！来，掌声！今天晚上就吃，好，没错，师爷啊，就教的好。好，我给大家介绍，这是我30多年的弟子石鹏，83年入室，三十一年，三十年，30年，两头挂角32年了，上回来的是钱学忠，比他早一年，对，32年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上个世纪。这是他的徒弟。两个手。使劲。天哪。使劲。哦。啊。我有啊。啊。没事。没事。好。太吓人了。下不了手。自洗脑。来。快点，收到麦呀。
没有，它那个玉形会那个棱角的稍微滑。你的用不用葡萄瓤吗？上面一块砖都不带动了，别人在那儿按着打呢，堵人了就。爆发力，爆发力，这样这样的吧。除了你的手臂的要有一定的，挺近的一个，这样眯的。它最终的原理就是将身体的能量送进，把脚上的力把全身能量瞬间运出来。它那个筷子转，这样。蒸皮一瞬间，对，这个有一台就死了。有的筷子可以多卖，质量高一点。这很贵，没事的。哎，你这是什么？蒸皮筷。啊，这是第二层筷子。更高级。以后我练出功夫来了，我。你就带一条筷子。你看那筷子，它打断的时候它是正转。对。它是正一角一角。边走边要一点。哎，这就是整体状态。那还是腰嘛，那是你就去了。这是我站的，这有关系。包括我打棍，看着你看那棍子轻很轻的，但打出的力量很重。直接看下去行吗？我等下晚上回去，然后来啊，谢老师这样子啊，谢谢。直接按下去。手肘还硬吗？你撞，你用力撞，你使劲撞，我不使劲啊，你。来，使劲！哦，不行了！来，再碰一下。那么打一个，按试一下肚子干。打，用力打，使劲！使劲！使劲了！你最大，你不够打，就等于使劲！使劲！哼！有点跟打皮球的感觉啊，打球一样的感觉，会弹过来。我跟他双手撞到好。嗯，走，我们走。看见，可以啊，拍这个板子板呢。